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健，欢迎收看频道。今天呢，我就是要和我们的 KL 来的我的表弟邱鸿瑞，就是我表弟啊，跟他一起挑战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战斗番，所以我们会打三分哦，三分。所以我们一来的配置，我使用的是。施工，噬魂魔龙，还有一个就是超异，这个三个。然后我表弟呢就使用了，首先第一个，热夜的夜，好暗，帮我拿我的那个 torchlight， 好乱，看到了吗？我坐在桌子上，又是我们的，热夜的夜，然后过后是萨拉曼达，然后过后是最轻的完美凤凰，还有我们的，重生凤凰。所以呢，我们战斗就即将开始。画面，首先我使用的是超级武神对上，热夜的夜，使用热夜的夜跟超级武神。哎呀 ，OK，No， 对不起。来吧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准备开始开二段。OK， 首先我拿了一分，换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司。对上，完美凤凰最轻了，三二一个，看我吸你，压给你，有，2-0，最后就是。对决，三二一个，喷环，3-0，我获胜，所以要换。来，首先我使用的是，纸。首先，我使用的是，哦，凤凰跟凤凰对决，他使用的是，对不起，他使用的是。完美凤凰，我使用的是最轻完美凤凰，他使用的是，不死鸟。OK， 三二一 ，Go！ 我的色拿喷环我也不懂 ，OK， 1-0。下一个就是我使用的是超异武神，超异武神对上萨拉曼达，可是我叫他是地狱火蜥蜴。
三二一 ，go shoot！ 一比。下一位，其实我使用的是，是魂魔龙，还使用的是公式。哎，又来。三二一，开始！水到最后是谁？平手，干得好，平手。我换位置啊，我换一，所以最后一节就是再来多一面，施工对上。是魂魔龙，三二一 ，go！ 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还在弄这东西。他要叫我帮他弄，帮他做，所以。好难啊！怎么可能啊？他在忙着东西呢。好了吗？所以，差不多要好了。所以好了，拍了。陀螺，所以还使用的是施工，我使用的是，来吧。Yes， 等一会儿啊。来吧，对不起，我表弟踢了一下，所以打到了一下，倒了一下，三二一 ，go！ 再换，我再换，两下不小心动了一下，可是公式还可以坚持下去。因为我使用的，它使用的是鸡铁。哦，公司赢了，耶！所以是他赢了，所以今天晚上就到这里结束啊。还有记得订阅、分享还有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